Hello，家人们，开饭了！今天老公做的可乐鸡翅，炖的大骨头，这个是辣椒炒肉，还有一个菠菜炒鸡蛋。先来个卷饼哈。来点菠菜炒鸡蛋。马上直播，家人们进入我直播间，咱们在直播间一块儿吃。我卷，你卷啊，我吃个鸡翅吧。嗯，好吃。赶紧。我明天给你表演一个吃苦瓜哈。今天的家人们，用你们发财的小手给点点红心，点点关注哈，谢谢大家。嗯，卷饼下方小方吃的有，喜欢吃的你们可以去拍一点。腮帮子疼，累的牙疼啊。嗯。直播间等你。